大家好，前面是海心沙亚运公园。前段时间香港歌星谭咏麟、杨千嬅在这里开过演唱会，被称为文化之州、城市之星，果然风景面貌一流。海心沙亚运公园改造于亚运会2010年广州开闭幕式主场馆，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列德大桥旁，总占地面积约17.6万平方米。